六年了，那些是非，那些屈服，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了。好久不见，厉总。小西，你回来了。莫宁熙，你怎么还有脸回来？你这个丧门星，你怎么不死在国外，还回来干什么？恐怕这次不能如你所愿。我给您带了一份六年前就准备好的礼物。回家吧。现在我对厉晓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感情了。莫宁熙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恨你？从小到大什么都是你，公司是你，股市你的，喜成也是你的。妈妈，我们重新在一起吧。喜成，你别走。我这次回来也只是为了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